宋世荣，我白露，姓宋可灵。你确实是天才，但是天才有战术之分啊。喂，高班喽，领导啊，哪一天这么早？不是天公叫晚班吗？哎，害得我困不去，提速你先路，后半夜换我吧。是，阿边丢图喽，厨房有烧酒较香啊，去吃吃嘞，赶紧去休困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就留烦你看守喽，感谢你。有完来敌，枪不叫啊！罗门无数，恁是来救我的？是，看守已经被击走，枪不叫速速随阮撤离。替我带口信回去，随时讲回叫，指令陪恁行到这路。不叫，放心。我无透露组织的事情，现在走尚有生机，为何要轻易放弃？大业已成，组织的需要不只的力量。都骗了半世人，这一次我不能再堕落。不假，替我转告铁公子，时光怀旧死了。去吧，那是金金小回来就走不了了。大叔兄啊，为什么你不走？天机都答应出钱了吗？你已经有自己的人生，不是非要回来无这团浑水。离开多些吧，苏迪。无形之灵在困你一次了，苏兄。为什么？你别这么讲。最后这一段路。我选择尊严。